他可能想要吃饭。他就说我要吃饭，喂，我要吃饭。三点应该是吃饭的时候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他不来吃我们？那你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他跑过来了，啊！那里，妈妈你太夸张了！快点来这里来，你这里看，哪里？有没有看到？他在那个食堂后面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姐姐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嗯，跑出来的，好像。好了，不要那么激动了。不要那么激动了，来，跑，大象。大象。为什么它有一部分是肉色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好臭！它应该很热，它会不会帮我给我们喷水啊？会不会？啊，赶快从那个地方离开了。你看这两只，好漂亮啊！老虎啦，姐姐。哦，老虎，你看老虎。老虎，你也看老虎。这真的很危险的。我来下午来看动物才会抬头的，早上当动物都在睡觉。我看老虎，这里来，姐姐，老虎。看到这里，老虎啊，看到老虎吗？看到老虎。这里看老虎吗？走过来，这边的。我在老虎这边的。那里有一个哦，那其实很大只呢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被吃掉！你看那个老虎的手掌很大，对不对？爸爸，那打我爸爸，还打人家爸爸！爸爸，这么可怕！哎，人家喜欢学老虎叫啊！哦，好大只啊！你要看到吗？那什么？那个，哎，姐姐，快点！40公斤呢，它的舌头有61公分长。妈妈不会吃蟑螂。从这里的话，到这里大概哦，是上手。哎，它刚才是在这个门那里一直走。我说它刚才是在这个门一直走，就是下面那个门。啊，这个猴子的腿那么长，跟我一样，长腿猴。哎，马路。对不对？前面它是也很像狮子怪，哎，说不定它是小狮子怪，对不对？小狮子兽，哎，哇，是小狮子兽！你看，这只小狮子兽，你说它是什么？蚂蚁，还有飞蚁、白蚁跟蚂蚁，还有蜜蜂，还有蜂蜜。蜜蜂蜂蜜，小狮子好可爱。
以兽跟小狮以兽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长得很像，只是体型不一样而已。那里有一只马来貘啦，你看。啊！哦，两只马来貘啦。你看那两只躺在那里啊。有三只吗？说不定有三只哦。它的脚好像猪哦，你看。还有那个体呀、啊。你看它的脚像猪。你看，你看脚啊，像猪。哦，马来貘在那里的啊。小狮子站起来变成小狮虎兽，小狮虎兽呢？小狮虎小心啊！妈，我要站这么高的。你要站那么高的，还是这个矮的跟你坐？你要这个矮的。哇，好烫哦！我觉得你最高。哦，这好烫哦！对啊，修屁股啊！来，谁要摸春生甲？来看我来，你要棒子打得光吗？嗯，赶快抬下去。啊？为什么呢？来，穿山甲，谁要去摸？我要去摸。嗯。赶快妹妹摸。你好勇敢哦。嗯，好。哎，小胡，小胡，小胡来，快点。这只是谁？这只，你来看这只是谁？先摸小胡，小胡哎、欸。对啊。先小胡。对啊。小胡，来摸小胡，有没有？我是他。姐姐，我们去哪里？那不是动物方程式了，对呀、啊。哦。那得换那个。对对对。有没有摸恐龙便便的？快点。有没有臭臭的？对呀、啊，这只到底是什么？这只啊，我晓得，这只叫做恐龙。这只叫牛头龙啊，太恐龙了！我有尖尖的、啊、牛头啊。啊？顺轨，墙壁上有一只鸟啊，它叫做无齿巴巴啊，不，无齿翼龙。我不知道，这只是恐龙。这只是最贱的啊，叫做什么？哎、欸，妹妹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？是剑狼啊，这是最长的这只。哇，它尾巴，它好长哦。这是三角狼，是霸狼。妹妹。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手套。好了好了。你自己要进来的。对呀、啊。啥、啊？我先跳。哦，跟可爱的恐龙们说拜拜。乖乖乖乖，他的那个手也太假了。那妹妹，那些恐龙也是假的，你怎么会怕？因为那是恐那些恐龙配音哈。来，我们看，这边都是假的怪。看一下，这边都是假的怪兽。你看这只大象哦，会不会怕？会不会怕？因为它太小。是啊、哦。然后你相信你是从猿人那个演化过来的吗？对啊，小猫跟那只鸡。我不承认。可是你老师说你很灵活啊，跟猴子一样啊。好吧。好吧，所以那个啥，所以承认你是那个了哈。不承认。手伸进去。然后你看那个镜子啊。你看镜子啊，你看那个镜子。嗯、来换爸爸，换爸爸。对啊，爸爸手比较长，来。那只是模拟橡皮。爸爸比，爸爸要模拟橡皮子哦。我也要。没有，那你还可以捡香蕉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台连蜘蛛网。啊，换猫咪，换猫咪。好可爱。OK， 你可以把树干卷起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把树干抓起来吗？来，你试试看，抓抓树干。啊！好厉害，这换我。我也要。要捡苹果吗？好，捡苹果，捡苹果。哎呀，你抓到棉花了！太好笑了！快到，快捡到苹果了！啊，捡到了！是我最爱的。这是我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捡好老了。扎扎扎！
你要剪南瓜吗？还是胡萝卜？哇，姐姐你抓到南瓜了！嗯，那我也还要再来一次。可以当大象集合了。我还要再一次。姐姐头太小了。妹妹头刚好，姐姐头太小。看看没什么人。果然厉害哈、哦！小孩就是要站在这出来排那个。对啊，被阿妈抢到好位置。你们买到什么？小熊猫。是啊、哦，那是谁说爸爸不会买给你们的？哎、欸，这个野猪养一只要卖400多块。是谁说爸爸不会买给你们的？是谁？是谁污蔑爸爸的？姐姐。对不对？然后我说一定会。哦，动物园的是会二二价的。是谁？看着 GoPro 讲是谁，抬头对着 GoPro 向天发誓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要跟爸爸翻脸的是谁？说爸爸一定不会买给你们的是谁？是谁？啊？他又不是那个黑色的，他有黑色跟白色嘛。所以爸爸帮他取好名字了，他叫做黑白郎君。Yeah. 可以啦。Yeah. 黑白郎君最帅最酷嘞。我是女的。黑白女郎君。Yeah. 黑色白色叫做马来魔。不、yeah. 然你要叫什么？他又不是全黑的。要不要换你的名字啊，妹妹？小熊猫罗迪高就好了。啊，换他，他叫罗迪高就好了。为什么要罗迪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多了罗迪高？会被吃掉。喜欢喜欢上次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。那么下次。